还有呢，看到的呢，那就是菲律宾总统颁奖给台湾慈济，因为呢，他们的国人来到台湾，受到台湾呢的这个慈济人的照顾、帮助的，有困难慈济帮助，那有病痛呢，那慈济呢帮他看病啊，所以表达呢要为慈济人颁奖哦，那真的非常的感恩啊，的确许许多多的感恩。医师群啊，是很多为这外来的外籍劳工呢，义诊起因呢，也已经超十多年前的啦。从台北开始哈，我们的慈济人呐、啊，他家的外佣呐、啊，就是跟老板这么说。说老板，你们都在照顾你们的人，那假如你们可以也来关怀我们外来的劳工，那就这样，就黄居士呢一句话回答，这没问题，就开始呢，就以仁医会一起呀、啊、来规划。定期呢为外劳来义诊啊，假如有困难，我们还会呢再帮助他们。